对，这个还比较便宜。姐姐现在在挑生日礼物哦，不知道要挑什么。对啊，我知道你们去大陆买过啊。对。啊，你想要买什么礼物？娃娃。你要买那种可爱娃娃吗？还是买机器人？啊？你要买机器人哦？你还在想哦？还是你要买文具本？没有。好。好，动动脑想一想，看你要买什么玩具，还是你要玩这个七龙珠？对，而且要不用排队哦，没有人玩。我也不会啊。哦，我只是讲说，你要玩你就可以玩了、啊。你想要选遥控汽车吗？这也是遥控汽车区诶。弟弟也不一定想要，他现在遥控汽车没在玩，他都只有在玩搞嘞。球池气球，你现在还喜欢玩球池吗？还好。比较喜欢玩水。这个是儿童音乐组，好吧，这里都太小了，这里比较适合小小朋友，像你这种老老朋友比较适合那种前面的。啊，你。对对对，好啦，快点看一下你要什么宝可梦的东西，选一选。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没有吧，好不好？爸爸，这是你最好的生日礼物了。啊？哦，这里也有宝可梦玩偶。这里有。好小只。啊？这个最强的怎么那么小？对啊，我还是不知道你要选什么，好吧？还是你要这只把它买下来。这只。不要，他家里没有，房间空间不够。好、哦。哦，啊？这个是地平线的。对啊，对啊。这个是朱鱼子的玩偶，这些名字我都没有背起来，不知道怎么念。太进化的宝可梦，好吧，慢慢想。